好，同学们早安，老师的画面声音清楚吗？可以哦。那昨天我们学到 array list 嘛，容器对吧？今天早上呢，我们来跳一下章节，我们来看一下十三章。同学们，请你先下载十三章，我们把这个答案操作呢，先把它学完，再回来容器形态。我接后面的这个容器，老师觉得会比较好一点点，所以呢，同学们，请你们下载十三章，我们大家马上开始上课。好，同学们准备好了吗？OK，因为下礼拜呢，我们准备就要开始做专题制作，所以老师决定，因为我们今天是礼拜五嘛，对，六日同学是休息日，然后呢，因为十三章答案操作呢，我们是需要同学们一点练习的时间，下礼拜在做专题的时候呢，会比较顺利一点，所以老师决定呢，先把十三章先讲完，刚好昨天把这个 array list 先介绍过之后呢，那 array list 跟答案操作也有关系，所以可以把一并做讲解，然后加深印象，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流程哈。那刚刚好，所以呢，我先把这个三章讲完，然后呢再回来把十二章容器给补齐。昨天那个容器形态啊，基本上最重要就是 array list 了，其他部分呢，用到的几率是没有频率那么高，所以我们后面再补它就可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十三章，十三章是个蛮有趣的一章哈，就是真的你可以去做答案操作了，而不是呢都在你的 console 端呢做输出，然后关机就结束。所以我们希望呢，就这一章呢，让同学们可以知道说，其实 Java 它也是可以操作档案的。虽然它操作档案的流程呢稍微没有比某些语言来的简易一点，但是呢它也做得到，因为它要求安全。要求安全，同学知道安全就是麻烦，它就会很多规则啊、规矩啊做例外处理啊。所以同样把补齐这一块之后呢，你发现 Java 在档案操作还是非常强大的哦。可以做到呢，你想要做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章节。简单来说呢，答案操作就是你要去做这个，比如说开档案，然后创建档案，然后建这个目录，然后拷贝档案，甚至读取档案，都在这个范畴里面去。那在这个 Java 是以物件导向为主的，所以它都是类别，有很多的什么抽象的啦，有这个所谓界面啊，然后有子类别，所以我们在学习子类别为主，但是上面的界面。上面的父类别还是可以了解它一下，所以我们先看什么叫档案类别，然后有个输入输出的类别，然后怎么把物件给序列化。这序列化意思是说，我们在做这个所谓物件导向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产生很多物件，像我们上次常见的这个 student 物件，在第十一章嘛，对吧？这个物件呢，基本上是可以存下来的。什么意思呢？你说存下来不是存成文字档案，不，这个可以存成一个二进制的档案，也就是说呢，你可以去把这个是物件呢的内容呢，真的存在一个档案里面去，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把它读出来，会可以一笔一 copy，叫做物件序列化。很多时候你发现在做这个所谓资料储存的时候，你存单一个档案，你选择文字档也不对，选择这一个所谓的CSV 也不正确，那怎么办呢？你看可以把物件把它序列化之后，有点像压缩的概念，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把它解压缩呢，可以一比一的还原，可以再做这个后续操作会比较便捷一点点，这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它可以把物件给序列化做储存的动作。这是最后一环啊，最后一环会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点，就序列化的部分。所以我们先一个一个把功课，然后看后面部分。好，那在这个 Java 里面呢，它是以这个所谓的类别做区分，它是一个大家族，就如同昨天那个容器一样，它是一个很大庞大的家族，所以它分了很多不同的类别，在做档案的操作相关性的部分。但是它可以分一个东西，就是第一个文件处理类别。File 类别，其实 File 类别可以建档案、建目录都可以。如果你想说看 folder 啊。看这个所谓的目录的这个里面有多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档案呢、啊、？File 类别会帮你做得到，这第一个。第二个，假设你针对这个文字档，比如说你要去把文字打开，写入文字，
写入一些所谓的语句的话呢，会透过这个资源输入流来做。Reader、Writer、File Reader、File Writer 是这系列的，只要是跟字源、字串、文字有相关的呢，是以它为主。那位元的输入差别在哪边呢？位元可以读取包含文字、包含影片、包含图片、包含音乐，只要是二进制的，它都可以读。也就是说呢，这个位元输入流呢，会比这个来的更加的广泛，但是呢，它速度会稍微，如果你真的是文字档来操作的话呢，稍微慢一点点。就假设你要操作的是文字类别的话呢，那以这个为主。其实你要操作的是比如说二进制的图片啊、音乐啊、MP3 等等，好，先用这个位元档为主。所以它有分不同的这个类别呢，做相对应的操作。那最后一个是物件序列化，就刚刚说这个就 object。我刚看到什么 input 啦、output 啦，就是最近的这个输入输出流的意思。那物件的输出路呢，就跟 object 有关的，就是要把物件序列化的呢，要靠这两个类呢，来帮我们做到这个所谓的功能。就总共我们有四个要学，专门先以这个为主。file 类别，就是从这个档案啊、目录啦、的大小啊、尺寸啊，先做这一个类别。那这类别很重要哦。你发现这类别学会的话呢，后面在做其他操作的时候，会用到它的一些所谓的，比如说取得这个档案大小之类的一些细节，会透过 file 类别来做。所以 file 类别，我们先看它这个部分的操作。那其实之前我们用过一次的，同学还记得的话，我们那时候在针对这个 scanner 的一些小小的不好用的地方呢，使用一个叫 buffer reader。buffer reader 呢，它需要一个 input 群名的 reader， 就是二进制的输入流。在这边，我看一下在哪里，在这边 input 群名，还有个 reader 的，它都是同一个系列的哈。然后透过这个所谓的位元输入输出的方式呢，取得输入的权利之后，才能做相对应的输入。所以那时候在做 buffer reader 的时候，就用到这个所谓位元输出路的方法，取得这个输入的权利之后呢，才能做相对应的输入。所以上次做这个啊，它就是一个范例，它需要一个 input streaming reader 提供它呢有输入的权利。所以后续我们在做这个所谓的输出路的时候呢，有时候用到这种写法很像。我需要产生一个实体的物件，来自于输入流跟输出流啊，丢进去之后呢，让它可以产生实体，再做相对应的制作、相对应的操作。从第一次看会比较纳闷一点，但是后续你在学，你发现其实它的分类还蛮清楚的，不见得所有都要会，但是你要学会怎么操作文字档，怎么去读取那个二进制档案，基本就 OK 了。好，那我们就往下看。好，那在文件处理里面叫 IO 处理，好 ，IO 就是这个档案 IO 操作的意思，开档、关档、读档都是 IO 相关性的。那最常见都是在这个档案操作这边做处理。那我们的套件叫 java.io。所以你发现，假设你要去抓取使用这些套件的话，使用这些所谓的 library class 的话呢，你会引入是 java.io 系列的东西。那会学到什么？有 find into 群名跟 find out 群名，就是跟档案操作相关的、跟档案输入流相关的、跟档案输出流相关的三个不同的类别。那 find 类别呢，是目前 java 中唯一提供可以操作磁碟跟目录的类别。就是没有这个类别的话，你就不能可以操作磁碟。什么意思呢？你就不能建目录，你不能删目录，你不能建档案，你不能删档案。基本上 file 类别呢，是目前唯一可以针对档案去做操作的一个类别。它可以实现什么呢？跟老师说，你可以建立目录、删除、重新命名都可以。因为像是你可以用自动化方式呢，透过程式码帮你改变这个档案的结构跟目录的名称。那可以取得文件的长度、你的文件的路径，还有文件的读取权。比如这个文件是不是可读的、可写的、是隐藏的，它都读得到。但它很大的缺点就是它不可以读写档案。所以 file 类别它很简单，就是呢它提供了这个相关应的资讯给你，这个目录有多大，路径在不在，这个是档案还是目录，然后呢相对应尺寸大小，建档案、建目录，它帮你做到，但是它是不可以读写，就是它不可以去 read， 比如说文字档，也不能写入文字档，它不行。特别像是外面这一环的，把这个所谓的相对应资讯都给你了，你需要读取的时候呢，请你再找另外一个类别帮你做这个事情。但你没有这个类别的话，你会发现后面你会很卡。所以我们先以这个类别来做介绍，怎么去做这个档案的操作，有点像是 I/O 的操作，很像。好，那怎么使用它呢？第一个呢，看这下写法，其实它就是一个类别了，就是官方提供的，它可以带一个 string 的 path， 就是你给它一个路径，它就会给你一个对应的这个所谓的，比如说回传一个实际的档案所在的地方，或者是目录。我们说目录跟档案其实不一样哦，在这边我们看一下好了，像我们这一个对应的。这个结构里面，这个 lesson 2、lesson 3、lesson 2都是目录哦，它不是档案，应该知道它是个 folder， 这个 folder 它不是一个纯档案的结构。那什么是档案呢？这个学习3之1.java 234才是档案。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整个 Windows 的，甚至 Mac 都一样，他们答案就是要么目录，要么什么，就是你的这个档案。目录可以包含磁碟，比如 C 冒号、D 冒号，都是目录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读取这一个所谓的 file 的时候，你要先辨别它到底是目录还是档案，因为目录有目录的做法，档案有档案的存取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要先辨别说它到底是档案是目录。好，基于这原理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所谓的 file 这一个类别呢，可以提供到我们给我们什么样的东西。那我们要先产生一个第13章的这个 lesson， 我在 src 这里做哈，啊，所以说再跑到病区。在这里记得从这里开始，有一个 folder 三，可以我就来试一下。首先呢，刚看简报是在讲的，他说给他一个产生一个实体物件，给他是一个物件是 file， 然后呢你要给他一个所谓的路径。这个路径可以包含是词所谓的目录或者是档案，所以它可以吃两个东西，要么你给它实际存在的路径，比如说 C 冒号的 temp 里面的什么 1.txt 可以没问题，你给它这个目录 C 冒号的 temp 它就是目录，它两个都可以读，它说它会分辨说到底是档案还是目录，所以我们看看怎么去做这个分辨。假设呢我要读取个档案，假设了哈，老师写一个，我留个 file 咯，然后我来一个 test.txt文字档，我在 lesson 3里面呢产生了一个文字档放在一起，然后我这里写这个东西，我写个 ABC， 虽然它不能读东西，但是我们测试它一下，哦，中文测试，这是老师自己随便大概打一下的哈，老师这样写，注意看哦，同一个 package， 这是档，这是我的程式码，这是我要读取的档案，假设了哈 ，OK， 保存下来。我是把这关一下，哎，怎么会这么多？全关。好，老师发现问题，因为老师刚刚早在测试东西，让老师改一下。等啊，东西丢到也很可惜，好吧，我知道，等老师一下，先把它呢给移出去好了。好，这样就干净多了。刚老师在关那个程式码的时候，他发现说我有些东西没有去储存好，所以他也叫我储存，又不想存，所以导致了那个问题出现。好，可以了，没问题了。好，进来。好，那我开始正式要去读这个东西。好，那我要形容它在哪边呢？我要形容它 file name， 这是档案嘛，所以我就很觉得 file name 就是这个谁呢？这个 test， 我在指什么呢？我指这个地方。我认为它在我旁边，所以呢，我就直接写这样路径，因为像是呢，它在我旁边，所以我直接说，你在我旁边对不对 ？OK， 好的，我就直接把它的答案打出来。好，透过 new file 的方式。是这样子哦，就是你要透过 new file， 就是 file 是它这个类别名称，这是 Java 帮你准备好的，这关于这个档案操作跟目操作的这个类别，产生一个名称物件变数，你可以任意定义它，你写 sy 都可以，而且 file， okay, 产生一个实体 file， 要把这个路径给它，它可以是吃档案，也可以吃路径，我就把 file name 给它，我预设要读取一个就是档案，好，它报错了，看一下为什么报错，大部分都是呢。你没有去引入这个相关性的这个所谓的套件，就 package， 所以找不到。那这种所谓的 file， 相对于的档案操作的这个类别呢，都放在 Java I/O 里面，所以你可以去写一下 Java I/O 打 file， 这个档案操作 I/O 就是输入输出 I/O 都放在这里面。好，那会有警告为什么呢？因为你没用到它，所以同学发现这个什么？哎，怎么会出现破浪线？是因为呢你宣告了没有使用，所以它警告你，它不是错。你使用它就行了，怎么使用它呢？你可以输出看一下就可以了，最简单就这样，把它用掉 ，OK， 就没警告了，没问题了。那我们先看一下，是不是如我所想的，这个答案指的是它，然后呢，我把它打开来，然后看它是什么意思，就可能是这 file 会传是什么。
如果没有意外的，会算是一个基底位置。哎，他没传出去，他传的是什么 ？test test 表示什么？他有复写它哦，肯定复写了。复写什么呢？他只回传这个答案的名称。那你说这样对吗 ？OK， 我们得看一下到底对不对。在这个 file 里面呢、啊，这个 file 这个所谓的类别提供叫 insert 这个所谓的对应的方法，就检查说档案是否存在。因为我们不能开档，这个 file 类别不能开，它只能去取得这个文档的这些资讯，文档大小是否存在，是否是目录，是否是档案，是否是在哪个地方之类的，它可以，但是它没有办法打开它，所以我只能这样测试它。这个是呢，这个 file 类别提供的，也就是是否存在的意思，它只会回传什么真跟假，真跟假，有在就是真的，没有在就是 false。所以我觉得他有在，为什么？我觉得他印出来了，他也没报错啊，那他应该是在的咯，所以好还是这样。我觉得很遗憾的是他不在，是否这是非常精准的。你说不对，老师有 test 没有？他就是不在，这怎么知道呢？其实很难去说到底是不是站在里面。我们是可以看他一些资讯啊，比如说看他一些所谓大小好了，试试看。我觉得是 length 吧，没错，大小。OK。这个是有大小的，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它，就是你可以用 reverse in file export 打开它的答案总管，然后看它的这个右键内容，它是20个位，虽然很小很小，但是还是有，所以呢，我们试一下，看这样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是零，所以确定的这个答案呢，虽然它没有报任何错误资讯，但是呢，它确实不在，表示说你的路径不正确。你说不对，老师啊，不就不在旁边吗？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好，我就跟你讲为什么是这样子。第一个，我们说这一个所谓的 file 它是可以读取档案跟路径都可以。今天假使我把这个 file name 取消掉，为空，他会认为什么？他会认为说你在取得当下这个目录的位置在哪边？当下哦 ，OK， 那我们试试看、哦，他会回传什么值给我们看？好，朋友们注意看这里哈，虽然有点小小的呢。但这也是有提示给我们在这边，他给我一个空的，好，很好，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好，没关系，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他可以取得他的所谓的这个绝对的坐标，就绝对的路径，所以我取得 fine。再当同学，然后跟老师同学解释了哈，先做给各位看，因为路径很重要，所以先跟路径讲清楚，这是绝对路径的意思。我想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 fine 他看不到，什么都没有，表示可能他就不是档案。它是空的东西，但是我想知道它的绝对路径在哪边，就是说这个地方到底指的是哪个地方去了，为什么找不到这个 test， 刚找不到哦，表示说路径不对嘛，所以这是我确定说到底我这样写是指的是这个目录还是其他目录，并而去辨识说到底东西放哪里才正确。好，这里出现了哈，这边他说呢，你这样做是取得本地这个目录，就是当下这个 folder 的意思，但是呢，你的 folder 指的不是这个地方。同学注意看，指的是 C 的 user Jerry OneDriver 桌面 Java Project My Listen。也就是说，它不是指在每个 package 里面的，连 SRC 都不是。它在哪边呢？它在这边。都不要忘记，我们这一个答案叫什么呢？答案叫什么 ？My Listen。换句话说呢，如果你直接给它路径的话，你直接这样写，代表是说呢，你在 My Listen 这个目录里面 ，My Listen 目录里面放了一个 test test。他才会找得到哦。那你说老师我放哪边才好呢？好，我们开始把这个问题解掉了。如果你是没有指定好这个所谓相对的路径，你只是这样写的话呢，在我们整个专案结构里面呢，他会认为说你要放的是在最外部这边，最外部，我把它缩小一下，这里最外部。为什么 ？My listen 没有在子目录了，没有什么一撇 src 在一撇 listen 什么。13没有，就是 my lesson。 为了测试这个部分，我们呢在这里把 test 点 test copy 一份放出来试试看。所以这里我认为说放这里合理，但是呢他觉得不 OK。 为什么？这是你专案管理的目录，你的资源档呢一般来说不会放在这个地方，会有个目录统一控管。这后续我们在做专题的时候跟我讲怎么控管这个目录，大家先记一下。如果你要指的是说我要在这个本地目录呢去取东西的话呢，基本上它指的不是这个目录，它指的是你专案底下的目录。My lesson， 我们测试一下，把它 Control C 一下哦，然后回到这里来，我把它缩小一下，在这里按右键看能不能贴上，可以贴上，哦，有了。记得是在最外层，
My lesson 的最外面，不在里面哦。好，这时候我就在测试看了。如果按照他所说的，如果这样是对的，那他就会读得到，他就变 true， 就会有答案大小，路径会不变。OK， 哦，路径会变，又取得那个钻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路径的部分。好，那我们试试看。所以我放进去了，确定一下哈 ，double check 一下，是的，名字一样。好 ，F5。好，朋友们，有咯，很准确。他说你放对了。你刚刚说那个所谓的目录呢，指的是 my lesson 外面的目录了。然后你放对了，所以呢，我把你读出来了，它是 true。他说答案是否存在，以 just 是是否存在的意思。只要你透过 file 产生一个实体，他就用我这个所谓档案的控制权利，取得档案的这个所谓的大小，取得档案是否存在，取得档案是否尺寸之类都有。这样可以一个看一下。那你发现有了，那个问员都出现了。好，那头一定有疑问说，那我真的不可以放在我的旁边吗？如果我真的有需求怎么办呢？能不能这样做呢？可以的。来，我们再做一个给我看一下，这是第一个哈，同学记得。假设说，这一般老师跟各位再强调一次，一般来说呢，我们说资源档案，它不太可能放在同一个 package 里面。package 是放程式码的，是要跨其他不可 package 去做使用的，跨放程式码放类别的，它很少会放资源档，有点像是你放的东西放到一个不该放的地方呢，导致这整个程式架构坏掉了。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介绍怎么去放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放在外部老师觉得不 OK， 因为太凌乱了，所以我会特别开一个目录，专门放什么资源档案，比如说文字档也好，图片也好的概念。好，那假设你还是有这个需求，说老师我还是要放这边，我想试一下可不可以，没问题。怎么做呢？先在这里做，按右键。我记得有个叫这个哈 ，relative pass， 就是呢取得相对坐标，相对坐标，你这试试看，点下去。OK， 那我再回来这里。这时候呢，我改变一下，是给它这一个 file name， 上面那个是指的是外面这个的，这个是指的是同个 folder 的。然后变成好，这是第二个要注意的点了，路径表达的方式不正确。你发现你这样写的话，其实这个 file name 等于这个字段是并没有错的，但是呢，你在里面用到很多这个导斜线，而且导的是这一边。同学注意看哦，这个 L 或许你看不懂，那这个 T 呢？哎，同学们谁知道的？这个 T 代表什么意思？按照同学理解，这 T 代表是，没错 ，tape。所以你导这边的话呢，他会认为说你这个字串里面好像要做什么 ？tape 键空四个空格。如果你接个 N 更妙了，他认为说呢，你这里要什么？要换行？那不对啊，我是一个完整的路径，怎么可能要换行？怎么可能要去什么 tape 键？不正确。所以这个是标准的这个对应的 Windows 它的路径表达的方式。所以假设你要这样做的话，可以请你记得再多个导斜线。啊，对了，跟他说了，这个就是导斜线，这个不是跳脱的意思。再一次哈，这个 T 呢是 Tab 键。如果你没有把这一个导斜线写到前面的话呢，他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这个 Tab 键的意思 ，Tab。好。这时候你加个导线之后呢，这两就变成一组了，就是 T 了 ，T 跟它无关了。他说，我就在引出这一个导斜线，请你不要导弹，它不是一组的，这是我要的，所以记得你要这样做，这是第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先试试看这样对不对？这是老师已经切换了，从原本的这一个切到这里来了。为了去做区隔，老师把它改名字，改成 test one， 等一下，怕说同学误以为我又读到外面那个东西了哈。这样好 ，test one 了，所以。外面的是 test， 里面 test one， 所以我改了 test one。如果这个是对的，它就会报 true， 取得大小，答案大小一模一样，因为内容没有改，所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同学可以哦，所以你记得为什么？我们再看一下为什么这样。他说呢，你的相对路径呢是从 src 开始，这个答案呢、啊、src， 再取得 lesson 三，再取得 test one， 所以完全正确。怎么这样讲？因为老师刚给我看的，你这样写的时候。还记得吗？他取的是这个到 my lesson， 到 my lesson， 所以呢，后面这一块呢，刚好是刚刚所写的 那一部分，就是所谓的相对路径，相对于你这个专案的目录的路径，这样 OK 的。好，出去回去，第一个小通记起来，第一个小你要这样写，第二个解法来了。比如说这个很麻烦，每次要导线，假设你才两个还 OK 哦，有时候路径很长，长得很深，每个都要导，导的会非常累，而且容易导错，那怎么办呢？也有方法。这跟路径相关性的哈，这样在 file name， 所以这个所谓变数名字是可以一直用的哦。应该说资讯之后呢，你可以 file name 一直等于新的字串，这个是无所谓的，不用再宣告什么资讯 name file name one 到 file name two，
倒不需要了，倒不需要。再 copy 这个，像一样这里，按右键，然后 copy 这个相这个叫做相对路径，点下去，好，回来这里，请你贴上去，直串，那又错了，没关系。这时候呢，请你把这导线倒着写，先这样，先这样。重点还是一样的，你要跟他说这个 T 就是 T， 它不是我们这个左上右下导线那个 T。这个写法是属于 Linux 的写法，就是 Mac 系统的写法。所以说 Mac 系统在操作这个相对系的 command 的时候比较方便，是因为它的这个路径基本上不会错，它不需要呢用两个导线去引出这个导线，因为刚好我们的 Windows 是长这样子。那 Linux 是有这种表达式。那目前现建程式语言呢会通吃，你用 Windows 的方式呢 OK 的， Linux 也 OK。所以假设两个选一个，老师会选这个，我倒过来写，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干净一点点，不然发现好多好多这个。好多好多，因为可能会好多好多好多层。好，那我们试一下，这个刚试过对 ，OK 了。这是我们试这个看看，再跑一次，简单非常多，这真的有差，对不对？也可以了。所以请你呢，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用这个方式来做。最后一个，刚说是相对路径，对不对？我们看看什么叫绝对路径。路径真的很重要，怕同学找不到档，找到东西就很麻烦了哈。这里 copy 一下，这个是相对路径，这是什么路径呢？我们看看是什么路径。这老师也没什么点过，点点看，一样按右键哦，然后你再按左键，这样就行了。OK， 它会自动把这个所谓路径 copy 到这个叫做剪贴簿上面去，贴上去。好，我知道，这叫做绝对路径。绝对路径呢，就是最绝对的，从这个所谓槽别开始，有没有？C 槽啦 ，User 啦 ，Jerry 啦 ，OneDriver 啦，就叫绝对路径。然后看会不会过。那一样，这个就是麻烦这里。但当然，这怎么改，老师会这样改了哈，我习惯这样改。我就不想让他看到那两个导线，感觉就很讨厌，这样，那是没办法避免的，就是你一定要把路径改好，不然呢就吃不到，他就会报错，你连这个自分都过不了，被路径告你到底。所以你说绝对路径好呢，还是路径好？嗯，见仁见智，因为你发现说绝对路径它是绝对的，绝对不会错，可是你这目录一改变的话，那可能下面会有问题。但这绝对路径就是绝对的，从一开始最原始的那个槽别，叭叭叭叭叭，一直到最后。好，那。会不会过呢？我们试一下 ，Ctrl S 一下。同学做完毕加 Ctrl S 哦，让它格式化，确定有储存。F5 乱一下。哎，同学可以。所以呢，这个过，这可以，这可以。老师会以相对路径做比较多。那这个给各位参考。假设你说、哦、还是找不到，同学老师找不到怎么办 ？OK， 请你试试看，这叫绝对路径。我再注解一下哈，这路径。相对于你这个专案的路径叫相对路径，就相对我这个 project。这个 my lesson 的路径叫相对路径，这个是绝对路径，一路从这个槽别开始，西槽、低槽、一槽，一直到最后你这个答案名称到结尾，就是绝对路径的意思。那两个都可以，好，那就那同学 OK 了，那同学可以理解吗？我们讲的这个东西，同学可以理解吗？有没有同学不理解的？可以哦，那就请同学们试试看哦，好不好？那这样，老师会把程式码上传，所以请你开一个 lesson 3，然后呢来一个 CH3-1。你可以跟老师一样的，先放个档案在这边旁边，写什么都 OK， 你不仅还不能读，无所谓，请你试一下怎么去读取这个档案，很重要。那这个写法呢，同学，假设你都没有给他对应的路径，就是没有给他 paste 的话，你要知道读的是这里哦，是你这个买你的 lesson， 就是你的专案底下的同一层目录哦，不然会有问题哦。那你说不用去，老师我要放这边可不可以？可以，但是老师觉得不好。到时候我这些档案呢、啊，就会一直移到什么一个资源档案区，不会放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把保持我们的 package 呢，它相对干净的，它就是程式码，它没有其他资源的部分。好，那同学们先看，那后面这个老师会在后面介绍了哈，就是为了先大家了解一下路径的写法而已。好，同学们请试，你们试一下。哦，是 byte。是个 byte， 所以到时候我们要去除1000，变成 KB， 因为我习惯看 KB 啦哈，这是22 byte 而已，很小很小。这是 Linux 的表达方式。
可以，没有问题。这个路径复制啊，你有几个方法可以做。最传统的方式呢，就是你找到这个答案的所在嘛，然后呢，去透过答案总管去复制它，是第一个方式。比如像这样子好了，老师也可以看一下，我刚刚在找东西，刚好比如说像这样，比如说我的答案哦，这所谓的资源档案都不在这个所谓的专案里面，想读外部的。那怎么做呢？OK，老师给各位看一下。假设呢，我回来这一个，我在 D 厂里面有一个 temp 的目录。OK，然后呢，我想找到这一个 temp CSV 好了。那怎么去形容这一个呢？你点这里，你发现只有路径 D 冒号 temp。那你发现这个 temp 还有什么 temp 的 CSV 啊？这是目录，这是什么档名？能不能两个合并在一起？省得我再打一次。可以，从这里按右键，然后呢，找一下内容。然后呢，我记得在安全性这边，这一样也会有这个位置了哈，就是只有目录没有录没有档案名称，这个安全性这里点下去，这边有完整的这个所谓的包含路径、包含档案名称，你可以把它抠下来复制。OK，这是第一个方法，透过 Windows 档案总管来做的。然后呢，我来试一下，假设呢我找到它 file name 等于，OK，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呢 Windows 的方式，所以先把它改成。好，另外一边右上左下，好，比如说我要找的档案呢，不在我的专案目录，也不在我的这个旁边的，我找什么呢？在第一行的冒号绝对路径，OK，那就有了哈，那 K 就大很多了，这是135K，135K 这一个 byte，好，那是对了，第一个方式，第一方式，假设你想很快在这个所谓的专案里面切换这个路径的话，很简单，比如说让 test 完这里，请你这里点这，按右键。然后有两个可以选，这个是绝对路径，这是相对路径。相对路径会比较短，什么意思呢？相对于你专案的目录的路径，它这个路这个所谓答案在哪边呢？在这个目录的哪个地方？相对于它，所以前面那一个前缀就不见了，就没有什么 C 关 driver 巴拉巴拉到 my list 都没有，就相对于它的路径，所以这个比较短。再试一次，按右键，copy relative path 就是相对路径。好，那只是这个，这相对路径哦。贴过去，哎，用一模一样，只是呢，一样，请你去转换它一下，相对路径。那你说绝对路径可不可以？当然可以，绝对路径就从头到尾都给你了。所以从这里点下去，按右键，copy path，这是什么？绝对路径，absolute path，绝对路径，你这里，那就这个咯，点下去就可以了。那一样就是要一个一个呢，把它改一下就可以了，OK 吗，同学们？OK，好，那同学做一下。如果做完的话呢，请你打个一。OK，那为了不混淆了哈，那我不知道同学东西放哪里。那老师呢，先以这个为主。我不知道到时候老师读得到你读不到，那就有点尴尬了。我以老师以这个为主哦，好，所以这个就不要了，因为这是老师才有的，本身会有些问题在，所以先把它删掉，不要这个了。那我读的是专案底下的，所以我以这个为主，所以把这个拉下来。这个会比在你的背景里面好，再好一点点的哈，就是我实在是不习惯把这个资源档放在这个你的 package 程式码在一起的地方，那越来越乱，这是不好的，所以我决定就以这个为主喽。我记得我是以它为主哦，所以你也可以跟老师以它为主。我们要做些测试的动作，答案内容是一样，所以我们先确认一下它在不在。哦，没错，如果是 false 的话，同学自己看一下你的名称有没有打错啊，路径有没有打对啊？OK，先确定一下。好，那我们看一下后面的部分。好，所以记得你要去 import Java 的 IO 这个系列的，都是这跟答案操作相关性的这一个所谓的套件的地方。那路径老师刚说很重要，记得。不要他以为你放这边就在你旁边了，不是哦，好不一样，请你记得是专案底下的目录，还是在这个相对下的目录？OK，请你搞清楚。然后路径表达方式呢，请你以这个为主，就 needless 的为主。当然你说 Windows 可以加一个导线，要两个对，当然可以，没问题。那这个会更快捷一点点哦，所以同学可以都参考一下。OK，那目录来了，既然我们这个是可以读取档案，又可以读取目录，那到底差别在哪边？差别在于说。这一个所谓目录的大小，跟这一个所谓表达的方式，还有它是否是目录是有关系的。因为像是假设你今天要去找到这个目录底下所有的档案好了，有很多层很多层，它可能就是
有好几层，一个摆一个，所以要辨别说它到底这个是目录还是档案，那这就很重要。所以我们先看这个部分，我们把这个呢大概写一下，就常方法呢，我们就顺过一次好，这里有 get name 啊 ，get path 啦、啊、，get absolute path 绝对路径 ，get parent 上一级的目录名称是否存在，是否可以读，是否可以是否可以写，是否可以读，是不是档案，是不是目录，是否是隐藏档，最后修改的时间，它的长度，把它删掉，建立档案。所以这个 file 类别呢，在做一些事情，取得这些相对应的资讯，多了一个什么呢？它可以建档，它不可以读，但可以建；它不能读，它也可以写。可以删，所以它可以有三根键的功能在里面。OK， 那我们大概跑动一次给各位看一下。所以呢，到这里的话呢，我需要几个东西。好，就这样。那我们把它跑动一下。第一个，因为假设答案不在的话，你做操作会是零嘛？比如说老师把它写错 ，test one。但这样，我要取的是这个哦。好，零 ，false。所以做太多都没有用，所以我会这样写。我先把它写对。然后呢，我会这样假设。把这个呢是否存在先拉上来，是的，它是存在的。Okay， 我在做以下的事情，记得哦，它回弹真跟假嘛，做 Python 真的时候在做什么，取得绝对路径，取得秩序，这才正确，所以记得你要这样做哦。虽然它不会报错，它不会说答案不在的话我就给一个 error 或是给 exception， 不会，它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会让你误判。好，这样我们一个个测一下，简单的测几个东西，重点东西哦，取得这个 file写在上面好了。第一个，你要取得它的名称 ，SOT L， 跟着取得姓名 ，Ctrl C， 取得呢，它是否是个目录，或是是否是一个档案，是 file， 是否档案，是否目录 ，OK， 真跟假，这都是回传布林变数。然后 file， 它的所谓的它的 names， 但是 names 有写到了，好，写在这里。这三个呢是最常用的 ，OK， 我们可以组合一下，来一个这个，比如说呢，来一个 S， 这是什么名字？然后呢，它是不是个档案？它的档案大小 ，OK， 把它组成一组。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三个呢试试看，这个是define， 这是档案，这是 size。get name， 然后去取得这一个，哎，把这个看一下，这是 is file， 没错，这个哈，是否是档案 file 点 ends， 取得这个对应答案大小，换行符号，这绝对路径，我先跑个看看。只要答案在的话，同学们他才可以跑动哦。如果不在的话，表示可能路径写错了，所以要 double check 一下。我看这里输出了两十，这里答案名称，那是不是档案？是不是档案？是 size 的22是 byte 哦，不是 KB 哦，不是 KB 哦。KB 的话你要去除以1024，等下我们做做看，因为它太小了，不明显。那这个对，你再看另外一个。如果我先假设我把这个改一下。然后呢，我这里多一个，这时候把这个呢大概扣一下 ，OK，Sorry，、okay， 我不要档案了，我感觉我是只要路径就好了，所以把路径给抓下来。把 file 呢从档案变成这个路径 ，OK， 差别在哪边呢？大家注意看，差别在哪边？就差别在那个它是否是档案这边。is file false size 零，目录是没有档案大小的，所以是零。那时候是档案吗？不是，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 dictionary， 所以假设你可以这样输出 dictionary 就是那个目录的意思哈。file is a dictionary 是否是这一个对应的目录？那老师判断是 is file 嘛，所以可以改成这样的 is 是否是目录？就报错了，老师忘了把这个改掉哈，就要改一下这个名字。OK， 我把这个多一个好了哈。对，来一个是否是目录？中文好，目录。
B 是布林变数哦，那这档案。好，我们再多一个，前面多一个。Fine。好，就是说，这个是 list 三，指的是目前的这个所谓的目录名称。然后档案呢是 false， 目录是 true， 再是零，也是它绝对在这边。所以透过这个 is fine 跟 directory 的话呢 ，directory 它会发现说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档案跟是一个目录是有差别性的。到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做这个所谓的，比如说连续查找这个目录底下所有档案的话呢，那要分辨说它到底是档案还是目录，这个就是个判断的依据。那些为了什么 get parent 呢？我们看一下。上一级成人目录，哎呦，这是绝对的那个路径。然后呢 ，get a parent, get a pass， 这么看一下，这上一层目录，这个呢 ，get a pass。其实有些语义它是很像的，就看你要取到哪个程度。最后把这个呢并在一起好了，目录列的，不写下面，让大家清楚。好 ，get a parent, get a pass。那这个是目录，看它会输出什么？我们把这里区隔一下。Okay， 这里区隔先在这边，然后看它输出。第一个呢，绝对坐标同一定没问题，到这边全部。Get parent 呢是上一层的目录，没错。Lesson 三之前呢是什么？是 SRC。Get pace 呢是取了相对应的坐标。就相对的那个所谓路径 SRC 的 lesson 13，所以你可以按照方式呢去取得上一层跟目前的相对的这个工作目录的这个路径跟以及呢绝对的路径。那哪个好呢？一般来说，如果你要取得是最完整的路径的话，老师会以这个为主。如果你要拼凑这个所谓的路径名称，目录名称跟答案名称的话呢，老师会以这个为主。所以看使用的场景，那都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你可以以这个方式来做的话，就知道说哪一些是档案，哪些目录。第二，最后一个，那我再看一下回去这个档案，看发什么事情。这个是的档案部分，刚是目录哦，这档案，好看。OK， 这里的绝对容易出现的 get a parent， 他说是 null， 为什么 null 呢？为什么呢？看这里，目前我们转在这边，我们从这里开始的，然后你要取的什么？他这一层的 size 是取不到的，因为我们转红管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 test 在哪边？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没有上一级的目录了，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呢，取不到上一级，就没有 parent。取的 pass 呢，他也没有 pass 了。目前就当下是最当下的目录了，就是我在这里开始的。所以他没有什么导斜线啊，然后什么什么目录在接 test， 没有出现 test。所以以这个专业的管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呢，目前这个 test 取的就是最外层的目录的地方了，所以他没有上一层。然后呢，本地目录代表是他，所以他没有上，也没有所谓上一个目录的路径。但绝对坐标呢，长这样子。OK， 所以这两个都是相对式的，相对于这个专案的这个相对目录。那这个呢，有没有上一层？没有，所以是 null。这个是绝对坐标的意思哦，绝对目录的意思。所以还是有点差别性在。所以如果你要很准确的取到它的路径的话，那当然 get absolute pass 是比较好的。假设你是以专案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的话呢，当然是 get pass 会比较好，以此类推。哎，同学可以理解吗？大概这个相对坐标、相对目录跟绝对目录的差别性在，相对再说呢，就是相对于你的专案的目录，那什么叫绝对路径呢？就是相对于你这个档案的从头到尾它的路径的差别在这边。那如果今天假设我们要写的是一个，比如说以专案管理为主的话呢，会以相对目录为主，相对我专案，然后我的东西放在哪边，所以相对为主。那假设你要取的是、跳出去这个专案的，比如说老师放低潮的 temp 的话。那用什么是绝对路径哦，这是有差别性在的。好，那现在也是一个给我看，那也可以删除它哦。比如像这样，今天假设呢 ，by delete， 然后是删谁呢？是删这个哦。之后呢，老师要先 copy 一下 ，Ctrl V 一下，做个复制体，一删这个就回不来了哦，就要重新再打一次哈，有这个点难，我们试试看这样。然后这档案这边，这是要删的档案 ，test 点 test。是 F5 一下，
它东西它真的消失了，而且 Ctrl D 是回不来的，它真的会删掉。所以一般来讲，你会这样问他：假设就是给 like scanner 了哈，就你确定要去删除它吗 ？Yes or no 之类的，应该知道这个意思。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询问说是否删除，多一个这个判断。Scanner let's test， 这样就好哈。Equals 有 yes。做什么删除的动作，会这样做、啊、比如说询问他一下是否删除档案，你只要是 equals， 你可以用 to locate 转小写、啊、是否删除档案？删除那个档案 ？OK， 就是它。OK， 跟 close 一下。就这档案呢，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把它给，这也是产生新档案的地方。有档案有在，它才会进这个所谓的判断师哦。现在档案不在了，即便 test copy 了，所以按 F5 它是不会动作的，它进不来。那也不会问你有没有资讯，所以假设你把这个改对，再改回来，预念它一下 ，test， 哎，这时候呢就可以去检查说答案是否存在，是的话呢再输入这些资讯 ，F5， 是否删除答案 ，Yes or No， 完 Yes， 它就消失了，就不见了，这是可以删除答案的部分的。好，那最后一个，我们建立答案看看。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啊，它虽然不可以去读档案，但是它是可以创建档案的，它可以把档案创建出来。所以假设现在档案不存在，它才跑这个档案才跑这个流程嘛，对不对？所以可以反过来看 ，else， 就把它建立起来。why， 像是你这个档案的物件的名称 ，why create new file。好，那。他说有警告，看什么警告？你过去看一下，应该是 exception 没有错。我们注意看这里，他说这一个 create file 呢，他需要他丢出了一个什么 IO exception， 他丢出来喽。怎么丢出来什么？你要接对不对？你不能不接哦，不接要干什么？就是往外丢嘛，一直丢出去。但是这东西是 main 的，所以没得丢，所以你要把它接下来。第二个，他回传一个 boolean 变数，意思说呢，假设建立成功是 true， 建立失败为什么呀？或是 false？ 所以依照这个原理呢，我们得这样做。这边。我来踹它一下，我踹起来。然后我记得它是一个 IO exception， IO E exception， 好，打个 E 啊 ，H 都行，输出这个 E 一下。E， 好，那这里有判断它，因为它回传真跟假，所以呢，这里安建立成功。这个档案呢，我觉得是用 file name 在做嘛 ，OK， 就以它来做。什么东西建立成功 ？OK， 所以呢，我们来这一个 file name 建立成功。啊，基于这原理呢，这里要 delete 呢，它也是回传 boolean 值，是否删除成功？这条是也写一个判断式。你询问 yes or no 不代表说这档案就存在，没有，这是个判断式。像是某某档案呢删除成功，那这样就可以一键一删，一键一删，可以删来删去的哈。现在不在的话，老师要自己手动键是有点累。现在是没有喽，所以对我们的目底下呢，现在目的是专案底下的这个档案 ，file name 点 test， 比如说我在我的 my lesson 想要去读这个档案或创这个档案，所以档案名称在这边，然后建一个所谓产生一个新的这个物件叫 file 物件，把这个路径会给它。它是个档案，它就回传是个档案的这个意思，意思什么？意思 fine 为 true， 其他以此类推。那你可以创建目录，我说你可以去看它档案的名称，可以看它是否是档案，它是否是目录，然后看它的 file name 大小，都可以看到它目前的状态。接下来呢，你可以看到绝对路径、相对路径，还有它的上一层的目录的名称都可以看得到。那它可以删除档案，所以可以用物件的名称的 file 点 delete， 只要它是存在着的，它就会什么可以被删除，因为它在嘛，所以可以删。
那你要删的时候可以问他一下是否要这个，就是你的输入呢是 equals y 的话呢代表要删，否则呢就不删除它。OK， 那 file delete 跟 file create new file 呢都要回传真跟假，一个是删除是否成功，是的话回传真，所以我来输一个删除成功。第二个，如果呢今天档案不在，现在就档案不在的时候，你把它删掉，对不对？它会跑这里来做什么事情呢？ create new file。 create new file 呢，它为了它怕你说这个档案在建立的时候会产生这个例外，所以一定要把它给 try catch 下来。这个不是老师自己写出来，是我看他报错了，就看他的时候会说明哦，原来他有 try catch， 而且他有什么 close 这个 IO session， 就把它给接下来，回到我们上例外处理嘛，把接下来就 OK 了。那这个 file create new file 呢，它是会回传是我建立成功的这个回传值，所以把它判断写下来。可以的话呢，就建立成功；否则就建立失败。其实老师没有写了哈，这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看一下，那这 file 需要 close 吗？我看一下。做一个开始，能不能需要 close 吗？ close。 好，这是目录不用 close 哈，因为它跟档案操作比较没有关系，它是跟目录操作还有那个资源有关系，跟那个写入读出呢，没有关联性的话是不用 close 的。好，我们好好看好了。所以现在的话呢，因为档案不在的话，它肯定会跑这里来。OK， 看到不建立成功？对，这就写好。这里 TS 建立成功，所以你这里又出现一个了。那老师跑第二次了，同学猜一看会来这里吗 ？Yes or no？ 他会进来这一个判断室里面吗？会的话请打一。会吗？可以了，会了哈，没错，因为已经有了嘛，对，所以就可以继续跑动它一下，试试看喽。F 五，好，是否删除档案？我按 N， 不要。好，他还在，再来一次，再 run 第二次。这时候呢，就是真的把它删掉了哈。按 yes， 是不删除 ？yes， 我们就删除成功了。所以呢，我们简单做到刚刚这些对应的一些资讯哈，各位看一下，节奏写完了。那这个同学可以试一下，就是可不可以读而已，这还好，就是读写的权利。那是否是档案？是否是目录？是否是隐藏档？这老师也不做了哈。那 let's modify 就是上一次修改的时间，就取得呢，可能档案修改很多次了，想取得最新修改的是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这可以取得到，它是个 none 哦，记得 none 是长度是最大的，然后它可以取得这个 length 也是 none， 也是 none， 就是你要形态转换要记得，因为可能答案很大，有几百 MB 啊、几 G、几 T 都有可能，所以 none 来储存，是以位元组为单位哈，一个 byte 是八个 bit 哦，假设你要去取得 K 的话呢，要除以1024哦，1024为一 K 哦，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计算机里面是1024为一 K， 不是1000 K 哦，这个我们试试看好了，把这做完大家就可以操作一下。假设你要看到这个 size 啊，像这个好了，要取得是完整的这个 k， 像这个，那你要怎么做呢？你在 find length 这边你要去除以1024.0 哦 ，file length 的回传是一个整数的 no， 所以你要记得要除以1024，然后是.0，那个所谓的小数点才会出现，比如说什么 2.3k 啊、0.5k 啊，那个所谓小数点才会出现，你不能除以1024哦，不会过。在计算机里面，大家知道是1024为 k 嘛？哈，不要忘记了，这是计算机计算的单位。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再多一个 k 给大家看一下 ，k， 好，感觉好多了。那答案很小，所以我看它会出现什么状态。可能要写一个哦，而且浮点数，我是忘记了，浮点数 d 整数不行，那就来个点二 f 就好，到第二位就好了哈。OK， 帮我看。好，创建成功。这时候呢，我在跑通它，现在是零吧，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0000K， 好，但是我不要删除它，我偷偷把答案增加一下，所以回来这里，因为老师刚刚把它这个重建之后，资料都不见了，没东西了。数量，公文测试。好，再回来这里看一下这里的这个资讯。我动一次 0.03K， 大概就是200多个 byte 吧之类的，应该四舍五入了，还是二十几个 byte， 应该二十几个 byte 吧，啊，22个而已。 OK， 所以是 0.02 多 K 了哈，我可以理解吗？这部分 OK 吗 ？OK， 好，那老师画面填这里哦。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同学操作一下，请你针对呢这个档案，因为档案的操作的空间比较大，
目录的话相对就是要建目录用的，所以等下我们会建目录，所以先以先以档案为主做观察，那观察它请你先以这判断是判断是否存在，是的话呢再依序做这个输出。 OK， 那重点在这边的话，就是第一个你可以去做删除动作，你也可以做什么鉴定动作，最好是用 if else 呢，有在的话呢输入相对应的资讯，那没有的话呢就相对做创建的动作，创建要 try catch 才会通过检查，不然会报错。我们稍事休息，现在是10:10，我们到10:20回来看同学们做的状况如何。我是把程式码上传一下，大家试试看。
OK， 同学们写的如何呢？有没有同学有问题的？就是读不到档案或卡住的。所以如果你有做完的话呢，请你打个一。成功的话，好，那有同学失败的吗？就是垂泊档案的呀，就是读不到的，应该是现在只能去读资讯了。等下我们会做到怎么去读取档案，先有这个资讯，才能判断档案是否存在，然后才能去做这个相对的操作。好，看看同学都没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咯。我们看看怎么去创建目录的部分。就同学如果忘记了就回来看，其实基本上Java 提供你很多很多方法，那只是看看需求使用它，所以大家忘记都没关系，回来看一下就行了。重点是这个是否存在，然后呢取得这个绝对的这个路径，然后呢是否是档案，是否是目录，这个是有划分的，然后呢它的档案大小，然后呢可以删也可以建，虽然它不能读但是可以建新档案。好，这是我们刚刚的做法，大同小异。 Query File 呢，同学记得它会去做这个 Exception 的丢出来，我再接它一下，确定把它可以接下来。还有 Exception， 还有 Exception 是一定要强制执行的，强制做的。好，那看目录操作的方法。刚好呢我们要建一个资源目录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不要手动建了，我们就拿它来建就行了。目录跟档案呢不太一样哦。第一个所谓的目录啊，它是一个所谓的这个 directory 嘛，所以你记得建目录会用 make dir 或 make dirs， 上面在后面的复数。如果你是多层路径的，比如像这样好了，你有 temp 啦，又有 files， 又有什么1234很多层路径的话呢，请你带 make dirs。如果只有单一层的话呢，请你用 make dir 就好了。那一般来说呢，其实单一层目录建立这个好像也可以过，所以一般老师会以这个为主比较多一点点。我们可以测测看，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希望建一个专门放资源档的目录。然后再创建目录，档案放进去。比如说，我创建一个叫做 resource 的目录，然后分别是有一个文字档的专放文字档的这个目录，所以是两个目录。然后呢，再把一个文字档啊丢进去，比如就是 test and test。所以我们试试看这个写法。好，那我们回到这里来，我们开一个新的来试一下。刚是在做档案的基础操作，这个是在创建目录用的。Okay. 创建目录。目录呢，我们可以先把它定一下，我们叫string s。要是用的是这个叫相对路径，相对我专案的路径，相对 my lesson 的路径，所以我要这样写。我想建一个叫 resource 的 ，ROURCE 的目录。然后呢，我要带什么 s， 就是我把文字档都放在这个目录底下，所以它是两层哦，它有 resource 的 test， 这样写也可以，也可以。好了，就是目录。然后两个目录 ，test 这前面是一些 file name 都无所谓，就是老师故意这样写，比较容易分辨它。好，本身目录的话呢，我们试试看，用一个方式来进行看，一样透过 new file。如果这时候那个 file 啊，它不是需要去做二次使用的话，就用匿名方式就好，用匿名的方式就直接 new 了 ，new file， 直接给它 pass， 好 make， 一个 make， 好，或许这个 new file 还没成型，那我们来试试看，把 import 成功。一般来说呢，假设你 import 正确的话呢，它应该会提示你相关性的这个操作的方法。我们把它给 IO 带一下 ，OK， 那再试试看，那就有喽。好，记得老师要找什么？找这个，这些东西提示我，有时候老师会忘记。所以假设你发现你去打一打，什么都没有提示，表示你忘了引入进来，他不知道你是引入谁的，是你自己创建的类别叫 file， 还是来自于官方的 file， 是有差别的哈，有差别。那 MK 系列的，没错。是两层目录哦，所以我用单层做做看，这样。好，那如果对的话呢，它就会在我的当下这个 my lesson 产生一个叫做 resource 的目录，然后呢有一个 test 的子目录，两层目录，我们跑跑看 F5， 它会回传子，老师没有把它判断一下了哈，你们就看结果就好了。什么都没发生，好，什么都没发生，那就是没有的意思。那再来哦，因为两层目录嘛，所以我把它加个 S。自己看也是不灵了哈，好一下，对，它动了一下，有了，这边两层了，有个 resource， 有个这个叫做 test 的，好，这样对之后呢，怎么做呢？
比方说这个 test 里面放一个本文档案，就是 test 里面把这个移进去了，我们用手动移的哈，我把外面删掉，我不要这个了，哎，这个留着，到时候我们的这一个是一是读它的嘛，对，没错，那还是有它就好了。好，那这是我们这样做，我在这里，我来一个 string， 哎呦，决定好我的名字叫做 test， 所有的这个文字档案都放在这个目录里面去，所以呢，我要这样写，一样是 new 就好了，因为没有继续使用它的话呢，就可以只用匿名方式产生，那 file， 所以 new file 它可以吃目录，它可以吃档案，都可以，它会自动去分辨它。目录的话就可以 make DLL， 目录的时候当然是不行的，什么 create file 还记得吗？ create file 建立这个档案 new file， 好，那时候知道这个是其实会有 try catch 的问题，如果你想跟老师这样偷懒的话，你可以这样写，往外扔，那这个是有风险的哦，记得，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往外扔，哎，扔的话一旦发生错误，那肯定就报错了，它没有挽救的余地，但我觉得它会对，所以我就直接往外扔，是可以这样做的哈，就是。不管它了，那它回传值我把它加下来好，接下来一个什么东西鉴定成功，好，一个它某某东西鉴定成功 ，fine，OK，、okay、我应该知道有一些问题存在，好，看头有没有跟老师一样眼尖的人知道这个问题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好好看，先看下这个。长这样，好，在这里跑一下，他没有说建立成功，你知道为什么吗？是我的路径有问题吗？能有发现来那有错吗？为什么他没有出现建立成功是个字呢？有谁知道的呢？首先，这老师在讲什么吗？我在建立档案，对不对，同学们？然后呢，他没有出现"建立成功"四个字，那是不是因为呢，我们外部有个档案域名是一模一样的？对，没错。应该说，这个好方法，他给一个好的这一个方法是没错。但是呢，问题在这里，就是呢，这个路径还别不要忘记喽。这样子的话是指在买 legend 这里。啊，因为就档案呢，它不会建，就档案它不会建档案给你，所以不会进来。可是说呢，我想把这个 test 写在这里是不正确的，应该说不写没有写对。那你说那怎么办呢？能不能就直接指干净呢？指干净就是说，resource 这样加起来，我们试试看，然后路径这样加好了 ，test 加上 file， 感觉呢是在这个地方呢去建这个目录，把这个路径写好，然后这里你可以要带一个导斜线哦，不然会连在一起。像这样 ，OK， 我们试试看。这个是呢，其实这个是目录表达方式了哈，就是 resource test， 然后呢，这是一个 file name， 一样是 test 点 test。刚才怎么没有过呢？是因为这个路径表达不正确，因为他说的是在 my lesson 下面呢要建一个 test 点 test 的这个文字档案，但你发现这里其实已经有了，它不会重复建立，所以它不会进来这里。这样我说啊，我写错了，我要的是什么呢？在这一个刚建好的这个 resource 的这个目录底下的 test 里面放进去。所以呢，路径长这样，你说 test 加上了 test 才正确，就把这往后摆的意思。所以发现老师把它加在一起了。好，我们看一下会不会过。过的话呢，它就会建立成功，然后这里会出现一个档案在下面这边。好，好好看。发现成功咯，建进来了。到这边可以理解吗？老师刚错的地方，可以了解吗？可以哦，那再来哦。你说这样子其实有点绕口，干嘛还要加？没有办法说，这个 file 呢，这是路径，这档名可以分开做吗？可以，我记得 new file 里面是有这个，可以指定好你的目录跟档案做分开的动作。OK， 我们试试看。所以这里我把它删掉，再一次删掉它。好，回这里 new file 这边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复写的进攻式，它有带这一个所谓的 pass 跟这个file name 可以两个的，所以就是我这样做了，带个逗点。老师有记得有这个多重建构式哈，多载了，哎，可不可以过？看看这什么意思？有了，没错。你的这一个对应的这个父就是你目前当下的这个商业层目录。child 可以指说，
你当下要放的所谓的纸的东西，可能就是你的档名，而是录这目录的时候这答案的意思。所以我把路径打这里，把答案打这里，其他帮我组在一起的概念。OK， 我们看这对不对？所以如果对的话呢，啊，不对，刚放错地方了，下面才对。这是建目录是没错的哈，这才对，这边这样才正确。因为这是建目录，目录没有变哦，目录没有变，把它移回来，目录没有变。然后呢 ，new file 呢做什么呢？把目录丢给他，把答案名称丢给他，希望呢他在这个目录底下建这个答案给我。OK， 成功的话他会去回传这个值，否则失败。那这里的话老师刚刚把它删掉，所以这里是没有的，没有的 test test 这个答案，不好意思。可以，可以，今天成功，有了。所以你发现这两方都对，那当然这个方法比较好。如果你的目录啊就已经写死了，你的档案呢是可以很多个的话呢，你老师你这样做，就把目录呢跟档案分开，就不用去串接它了。路径已经有档案要更改路径，路径有档案更改路径，嗯，就是不能复写的意思啊，没有错，它不会复写它。是不会复写的 ，OK， 懂没？他不会复写哦，是按 F， 他不会复写，就不会出现什么答案建立中，所以他没有复写的能力，他只能说，哦，答案不在，我帮你建，答案在的话，他就不会进来这里了。他说他就不会去建立档案了，有点像是他不会把它覆盖过去，因为覆盖过去是很危险的事情，可能这答案重要，就你一写下去，哎，就改了，不完蛋了，所以他保留说你要改的话呢，请你自己想办法去做它，这后面会教到怎么去强制把它复写过去的概念。那同学，请你把这记下来。第一个，我希望在这个我的路径底下，同学要做，因为我们会控管这个资源档案，所以请你第一步先宣告好一个所谓的路径，而且是 resource test， 只是相对路径，相对我专案的路径 lesson。所以 lesson 会先一个 resource 的这个目录，它两层，所以老师写一个导线，分两层的意思。好，那这两层目录的话呢，请用 file 点 make dir 是复数，建复数录目录。假设你写第二就不会过了，因为你有两层目录，请你写 make drs。成功之后，我希望呢，在这个目录底下的 test 底下呢，产生一个点，所谓的文字档案，这个 new file， 然后呢，用它的所谓的这个多载的建构式 test file 目录档案名称去 create new file， 只要成功的话回报 true， 那就会出现这个文字。那二次建立就是说它如果档案在的话它是不会去复写的，就不会进来，可以保持这个档案的这个安全性。 OK， 来同学试看，如果同学写完毕的话呢，请看这里，请你呢练习一下程式，什么呢？请你创建 1.txt 到 10.txt 这个文字档案呢，放进去这个地方。OK， 同学想一下怎么做最快，可以把这个 1.txt 呢跟这里的凭空出现，然后放进去这个目录里面。OK， 同学了解老师意思吗？要做的这个练习，好，
我们试试看咯，看能够用最快的方法呢，就把它给扔进去里面。大家想想看，我们等一下这一个四分钟后呢，4:40，我们来看这个部分。大家尽量写写看，因为这个其实创建没有到很难，目录都对了，路径也对了，反正它不会再重复建立。像一般呢，在程序员的会讲，就是你目录啊重复建立会发生错误，即使有在不在，不在没问题，在它发生错，其实在 Java 它不会发生错，它不会说哦这个创建目录已经存在的话，你不能去做创建，它就是跳过就摆 pass 而已，那还好。像这也是一样，答案在的话，它不会说报错，它跟你说了就不会创建而已。所以这个算相对来说会比较简洁一点点。好，那大家试一下怎么创建一点 text in text 在这个目录底下。
OK， 那有同学做完的吗？哎，不错哦。那我问一下，这一个七号同学好了，同学七号同学你怎么做的？你的最终的那一个核心是怎么写的？可以大概打一下字或说明一下，你大概怎么做这个连续一到十的 test 的产生？Hello，乔同学，连续的还在打，我以为为的是上面。OK，好好，没问题。哎，那一号同学呢？我们丁同学，你这一个练习题做完了吗？如果你做完的话，你是怎么写的呢？大概你的这一个核心的这个观念的或者核心的技术是哪一个？啊，聪明，没错。对，同学记得，这个同学提示我们用回圈做哦。不要跟老师一样傻傻的，在这边直接，写一个阵列啊，然后一点题下题，这样放进去哦。大家可以试试看，用回圈试试看。我这边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目录了哈，因为我们放在一起感觉有点乱，等下要把它删掉，最好是多一层目录。你试试看好了，等你做完的话，你试一下，再把它建议层出来，就 resource test 这个 temp。OK，大家都操作一下，你可以把它删掉之类，maybe 试试看。我记得这一个 delete 好像也是可以删目录的。所以假设你目录答对了，然后呢，假设你不想要它，可以把它下地的看看，看把它删掉吗？好，除了我们的，还有同学做完的吗？上面这一块 OK 吗？对，同学们，这边可以吗？这边做完请打个一。OK，好，那下面做完的请你打个二。OK，好，那我们再2分钟，好不好？我们把这个做一下。大家尽量想看，就是你可以做一半都没关系，就想它的逻辑概念大概是长什么样子。你要先测一下哦，因为这个连续的部分，要想一下它的回圈怎么写，有点像是在串接那个字串目录的那个答案名称的感觉。可以后面试试看。好，那同学，我们来一起做做看咯。OK，这一题呢，重点在说这个连续的这个档案名称怎么创建，因为我们不可能自己写一个像老师这样子，啊，一个这个所谓的，比如说，像这样，然后呢，我把所有档案名称都建进来，比如说一点 t 叉 t，然后二点 t 叉 t。然后以此类推，产生一个这个所谓的字串，然后它字串阵列，然后放了很多答案去做创建动作，这是对的哦。但是问题说，这个做法是适合在答案名称很特别的，比如说这个什么 A B C 那个 D E F 啊，那需要这样做。但你发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哎，上面那个是不是删掉？不是这样的话，它有顺序可言，有没有？一点 T 叉 T 到这里的，它是个顺序。大家可以想哦，顺序的话是可以写一个回圈，然后跑动这个数字去串出这个答案名称就行了。如果这样想的话，是正确的思维。所以我们试试看。因为这个是解决特殊档名的方法，然后我这边抱歉把它删掉，把它回来一下。OK，
那如果是答案是，那如果题目长这样的话，其他就是故意的，故意的很要考你这个所谓回圈的概念。所以你可以这样想，我们先模拟一下答案名称，所以 for 按题，如果按照题意所说，我可以从 i 等于1开始。那题意所说了哈 ，i 小于十对，是要写十一哦 ，i 加加。我要干嘛呢？我要拼凑出这一个一点 t 叉 t 的感觉，跟到时你再说你 s o u t 一下，然后就i 加上点 t 叉 t， 哎，其实这样就做完了。就可以模拟出这个答案名称的感觉，这就有了。那这样就很简单了。你说既然这样都有了，那只是把这里改变，是吧？这个所谓的答案名称而已啊，就做完这个所谓的连续产生答案的方式。好，如果对的话呢，我们去往下做。那因为我们的这个 pace 啊有改变哦，我就把它改变到这一个 temp， 所以呢，我再多一层 temp。那这样会有问题，就是。已经建立好 resource 跟 test 了，我又多加一层 temp， 那到底有这个所谓的 make DRs 会不会如实帮我做完这个动作？这第一点，我去试看一下过不过。哎，是可以的，有没有？有哦，就是 OK 的，再跑第二次也无所谓哦。所以我发现这个所谓的Java 在做这一块，它其实写的非常的还蛮 OK 好用的，然后它没有什么很多的这个什么重复的是不能建会报错啊，要自己处理这，它这块倒还好。有可能是老师把这个丢出去外面的，有一些你这些选择已经被他抓走了，有可能是这样。好，那这样都对的话，后面就很简单了，你就把这扣下来就好了，扣下来放在你的这一个回圈里面，不改这个。那同学改谁呢？改刚那个地方哈，再留着这里，把这个扣下来，放这里。同学应该就做完了。好，我们试试看是不是这样。可以是输出，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像 string， 还有 file 已经问过对吧？没错，要改个新的 file net 等于这个，然后呢，输出 file net， 然后再跑动 file net。OK， 那就有了。好，同学可以理解吗？这一个写法。废话，请你打个一 ，OK 吗？可以，可以哦。那因为刚好它就是连续的嘛，所以呢，你就利用它这个特性呢，你就写回圈就好了。对了，老师，我看不懂什么一十一，我不会从零开始吗？老师不叫我是从零开始，没有错，你可以从零开始。好，那如果改从零开始的话，我觉得哪一行要改，改什么，谁知道的？如果从零开始，然后 i 小于十，我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没有错。其实这个写法才是比较标准的写法。一般来说，在写回圈的时候，因为是特例的，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一点 t 叉 t， 你就直觉要写一开始。但一般来说呢，我们基础从零开始算嘛，才不容易发生错。比如阵列的这个起始值啊，所以同记得这个做法才是比较标准的写法。你可以这样在这里呢，记得先加一哦，才可以哦。先算完毕之后，再跟这个字相串接哦，不然就变成串字串哦，会变怪怪的档名出现哦。这样可以，我会把它删掉，给我看一下，删掉。temp 不见了，那再 run 一次 ，F5， 它出现了，哎，它没出现，跑去哪了？有了，出现了，这里有点慢，那但是空的了哈，因为我们这个 file 类别是没法写入资料的哈，它只能去创建，然后看资讯。好，同学应该没问题，那这里留给同学测试一下，甚至把标在这边哈。好，如果真的看不太懂，要跟老师讲一下啊，要记得这个是回圈的用法 ，OK。好，那我上去看。Okay，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小重点。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假设你做一个答案总管的这个所谓 APP， 或是跟答案操作相关的，你一定会想要说，我能不能找到这个路径底下的所有档案，甚至是某一个档案名称，比如说副档名叫做 JPG， 然后副档叫做什么 PNG 之类的。那怎么办呢？有的，在这个 file 这个类里面呢，有所谓的 list， 取出目录底下的档案。第二个 list files 取出目录底下档案，哎，两个都长一样，为什么写两次不一样哦？这个第一个是回传是 string， 它是把答案名称给你而已，它不是一个 file 物件，不是 file 物件的话，就不能取得每个 file 的什么，比如说它的答案大小啦，它是否是可写可读啊，都没有资讯，纯档案名称。所以如果说今天题目说了，请你给我目录底下所有档案名称的话，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他跟我说了，请你取出目录档案所有档案的这个资讯，比如说包含这个什么答案大小啦，
然后是否是目录之类的，请你以这个为主。两个是不一样的，但是两个回传的东西意义是很像，但是回传的资讯的多寡不一样，一个是物件，一个是自传，所以两个都试一下。那基于这原理呢，我们得找一个比较多的档案，而且它是有档案大小承载到这个资讯。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哪一个目录呢是比较大的？我们再开一个新的哈。我们来列出所有档案。Okay， 那这样所有档案的话呢，我们找一个目录是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看一下哪一章节的东西最多。哦，十一章不错。十一章还有子目录，第十章呢？哦，这更好。那就这个目录来看好了哈，第十章的目录底下东西比较多，又有这个三个 package， 又有档案。好，那这时候呢，怎么找到自己来统计的？按右键哦 ，copy， 这个是相对路径，指过来。我指的是目录，统计的目录底下指就是目录的意思哦，不是档案底下，档案底下就档案而已，所以是目录底下。所以我用 string path 等于这个，相对于我这个专案的路径。好，那我干嘛呢？我要去 list the files， 找出呢它底下所有的资讯。那哪个最简单就最简单哈，把它变成一个 file， 因为等下会做两个动作，所以把它变实体化。file 叫 file 好了，就比较简单一点。虽然现在是路径的意思哈，我都写 file， 那个 path。那少了这个，你可以停这里 click face 一下，引入这一个 Java IO。好，你可以出看一下这个 file 代表什么。我只在这个 lesson 10这边。好，没错，在这个目录底下了哈。OK， 第一个想取得它的这个对应的以下所有的答案 ：file 点 list。然后你看这里有写，它回传是一个自串的阵列哦，阵列。OK， 阵列的话要解开来哦。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这个对应的这个记忆体位置 ，OK。那当然最快方式是什么？是 array to string 最快，所以我们试试看，就不用写回圈了，我就直接在这里做 array， 因为阵列可以透过 array to string 去强迫的把它输出这个可检视的格式，也是自串的格式的意思，它可以吃这么多，所以它是个多载，就把它放进去，看一下里面到底哪些档案。这第一个 ，F。好，那看一下，哎，这也输出了。我们注意看它输出的这个值 ，animal card， 然后有十至一、十至二、十至三，有 ship 跟 loop 点 Java 这里。好，那统一一定有点纳闷，说，嗯，感觉好像对，但是好像哪里不太对劲哎，好像是 animal 是个目录，这里边好像很好的东西不是吗？没错，他找不到，那怎么办呢？等下跟各位就做解法哈，先确定这个是正确的哈。他只能找到外层的东西而已，没有找到内层里面的东西。这第一点，第二点。那 OK， 我先这样听，先去确定这样是正确。第二个呢，我要用什么 list files， 就取得呢所有的档案目这个目，所谓的档案的物件，是物件的话才能做后续的判断哦。好，看什么意思？接下来你要去做这个 SOT， 然后看一下这个 file， 点 list files。它回传的是一个档案物件的阵列，自串阵列指的是它，因为这阵列是回传具体位置，所以老师要透过 array to string 呢，就把它秀出给各位看一下。你发现它没有包含这个子目录底下的档案，像这个 animal 里面都没有正确的，因为它不知道你要干嘛，它只要说哦你要第一层就给你第一层，你要第二层以内的呢，你得自己写。好，等一下说跟各位讲怎么写这个。好，再来，那我要是 files， 所以 OK files， 它也是回传一个对应的这个。所谓的阵列，但是它属于是档案阵列，是一个所谓的具体位置。好，没关系，那同知道了。既然它是一个 files， 那我能不能把它存起来之后呢，把它做回圈跑动？可以的，我们试试看哦。它是一个所谓的档案的阵列，那这个有分析价值，最好是把它存下来。files， 阵列先 ，files， 因为它回传阵列是什么？档案的阵列，所以我把它存下来。OK， 那就可以写 for 回圈了 ，for file by 零，那这个名字呢强碰了 ，OK， 那就来个 F 就好，全域哦，区域哦，哦会覆盖它，这不对。
screen， 是这样。我就把这个语法有点混淆到了哈，这样 OK。啊 ，forge 的写法，我看它这个档案的这个档案大小跟这个所谓的 K 数，我们在这里有写到，所以我要 copy 它一下。我记得在这里有所谓的这个这一行，我把它拉下来，这在在做档案输出的。OK， 提进来，改一下名字就好了。我们是 F 哦，不是 file 哈，所以这个不用改。然后是来自于是否是这一个档案，是否是目录。它的大小除以1024是 KB， 好 KB， 那这个是 F， 好 get name， 好，那它会遍历这个刚输出这个每一个档案目录都去做检查，那检查它是不是目录啊，然后它的这个是档案啊，然后它的名称，包括它的这个大小都会输出 ，OK， 我们这边区隔一下。OK， 这里 ，animal， 它不是档案。OK， 哦，像下面有东西，所以它是4KB， 4KB， 两个都一样。OK， 然后呢，每个都4KB， 这是哪里写错了？为什么都4KB？ 所以不好意思，这里内部才对哈。为什么会有4KB 出现？再一次，好，这样对了。animal car， 然后呢，这个每一个档案档都出现了哈。包含这个目录是有档案大小的，我们看一下好了，是里面包含的档案吗？就有档案大小在，确定一下。这里，我们是在第11章吗？对，第10章。好，然后看一下它的大小，是里面的哈。啊，对，不好意思，老师跑错地方了，是在我的专案才对，这是刚的教学目录，这才对。好 ，SRC。的第10这里 ，OK， 他说 animal 是4KB 内容，就感觉不是很精准啊。他写5KB， 而算是4KB， 哎，7个档案，好，那我看一下这个好了，10这个内容，这没有错啊，这1.718我们自动把它进位了，变成 1.70， 然后这个对应的10-2确定一下好了，是因为没有读到里面的档案吗？854，哎，没错啊，有点小误差，有点小误差，如果不要除以1024的话，或许就会比较准确，我试试看，我把这1024拿掉，就纯 byte 就好了。不出签了，然后这个把它放大一点，那这样的话就直接不用带波点数了，带 D 就好。老师把那个除先拿掉，先确定一下它的 KB 这个所谓 byte 数对不对？4096/4096，然后7188/5450，好像比较准确，但是好像又不是一模一样。啊，可以，没错了，718。下面是这个磁碟大小，哎呦，分磁碟大小跟这个对应的磁碟目录大小，跟这个所谓的档案大小，应该是这样划分的哈。好，那这样就正确了，就是可以取得这个对应的档案大小做输出。所以如果假设呢，你只要对应的档案的名称的话，当然你这个就行了 ，file list 就档案名称。那档案名称就是纯字串的，你不能做任何的输出了。如果是个目，所以是个档案物件的话呢 ，list files 会比较好做。为什么？你可以取出所有档案名称的详细资讯。包含它的是否目录，它是否可读，比如说像 ftn can write can read， 它都可以这样做。可以输入看一下，读写的话，比如说你是隐藏的啊，或者是你有把全给拉掉，都可以试一下。ftn can write can write and read， 好，可以看出每个答案读写的权限。好了，是忘了输出，不好意思，要去做 SOT， 它是会算值。回传真跟假，是否可以读，是否可以写？那都 true 了，因为老师没有把它这一个所谓权限改掉，所以都是 true。除非你把它偷改了一下，那就会导致不同的状况。好，这是两个不同的用法。
OK， 都可以试一下。第一个呢，就请你呢把这边呢透过这重点是这个 list files， 请你选择一个目录，因为等下我们要做这个所谓的递回的写法。会发现这个写法其实有一点缺失，就是它只能找到一层而已。如果今天讲的题目说呢，请你找出所有的来自于 lesson 10里面的所有的目录里面所有档案，那这个其实不太能够 work， 它只能找到第一层里面那一层的里面，像 animal 里面的 car 里面做不到。那这个做法等下会跟这个怎么做，它要写一个递回的写法。那第二个呢，这个所谓的写法要绑在这个地方去，就它一定要取得是档案物件，要判断说它到底是目录呢还是档案。是目录的话要再往下一层找，找到不是目录为止，才达到我们的效果。所以请你先试这个，先用 list files 呢去找一个，然后 list 10我觉得不错，因为它的路径比较明显一点点。OK 之后你可以去跑动它一下，那这个可以 copy 之前的档案名、档案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程式码来试一下，然后呢跑动一下看是否正确。好，同学试试看哦。那等一下我们来做看怎么去把这个目录底下的所有档给扒出来的写法。同学们 OK 吗？到这边。可以哦，佳同学呢？还在吗？在的话，请打个一好吗？好，这张很重要哦，因为应该说每张都很重要。这张你会写到说怎么去把你的资料真的存到档案去了，不然你发现你在做什么学生资料系统的输入啊，刚才输入很好玩，但输完毕就觉得很哦，为什么每次输完毕都不见了，到重新再写第二次。所以今天假设学完这个答案的读取跟储存的话，你发现真的可以存下来了。你可以写，你可以读，你可以写入就可以读出来。OK， 同学，请你先把这做完，因为这是最基本你要学会的。那同学学完毕之后呢，请你打个一，我们就要看怎么去把所有当下某个目录底下所有档案呢的秩序给抓出来。
OK， 同学们学怎么样？有成功吗？有找到一个目录，然后呢，输出他所有的这个当下第一层的这个路径跟这个目录。我刚测了一下，其实没有错了哈，就是除以二一二是对的，只要超过一千才有感觉，没超过一千的话，基本上就是维持原样。嗯，这同学们再试试看。那目录的话，它目录好像是以词节大小为主，它以的不是这个答案大小，所以是4096是4K。要是看这里写4K， 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看一下，对照一下这个内容。这个 animal 会，哎，那时候又变成这么多 K 了。Card 是4K。好，这老师在研究一下，我觉得他能力有点小小的问题，怪怪的。好 ，OK， 那重点是不是这个？重点是我要去读出呢这一个专案里面所有档案 ，animal 里面其实不止，里面很多档案。在这一个地方 ，LMO 有一二三四，有可能又吃一层的目录。像我记得我们有写过两个 package 的嘛，对，里面还有一层的之类的。所以有时候你发现说，假设你想去找到某一个目录底下所有的答案的话，基本上一般的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它只能做一层。那第二层、第三层要自己写。那怎么做呢？思维是这样，就是你要判断说它到底是不是目录，就你在判断这个。如果它是目录的话呢，你得继续往下做，请它再去做什么？List file 再找一次，直到呢不是目录为止，因为不是目录的话就不用去 list files 了嘛，是目录才去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目底下说单抓出来，然后呢再去做什么这个动作，所以这个动作需要写一个轮回，就是不停的去说，哎，这答案是不是目录？是的话呢 ，OK， 再去找一次自己本身的所有的答案，再做一次，直到不是目录为止，它才会停住。那这个说法叫递回，什么叫递回呢？自己呼叫自己叫递回，我们看一下这个递回的概念啊。递回，他需要呢自己呼叫自己。递回 ，OK， 叫递归了哈。他其实有注解说，只在函式定义中，在使用函式自身的方法，其实就是自己呼叫自己的意思。我得把自己再呼叫自己一次，因为像是无穷回圈的概念，就自己呼叫自己 ，OK， 再做下一次动作，直到呢整个逻辑呢成功之后再跳出来。那这个递回的写法呢，是有时候会需要，因为像是一直跑，一直跑，跑到结束为止，否则就卡在里面呢，变成无穷的这个回圈。好，那记住原理，我们把这一个架构呢，先写完第一层，之后再写第二层的概念给各位看。那这个的话，一般的这个表达是做不出来，这个一般的这个逻辑写不出来，一定要变成函式才写得出来，因为要呼叫自己是本质，是函式本身。所以我们这里要做一个动作，我们写个递回。目前只能取出单一层的目录，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用递回的概念呢，自己呼叫自己，然后呢，去做到所有的答案都抓出来。那因为是自己呼叫自己，就是一定要变成一个函式，才有办法自己呼叫自己。所以我们这里写一个函式。那函式的主体跟这会很像，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参考它一下。一个，先进来这里，这里一个，我叫做 find all find 好了 ，OK 的 all find all find 好了。导出所有的档案 ，OK， 给了 OFS。那需要什么？这个参数呢？第一个，一定要路径给他，不管这个是路径是档案名称也好，还是这个目录也好，都要给他，所以要给他一个 string。当然，老师预设呢，这个就是一些 file 也可以，一些 file 都可以，这是档案名的名称都可以，我写 paste 好了。那么从目录开始，比如说我从这 lessons 开始，它是一个目录，都给他，希望呢，他帮我找出所有 lessons 下面所有的目录包含档案。都给我，所以要记得以 pass 为主，先这样。Okay. 好，那把逻辑写一写，那就是呢，第一个要取得呢当下这个所有档案，以它为主。我来一个 file， 找这个先有这个档案的物件，再透过这个档案去取得当下所有的这个当下这个目录底下当下的哦的所有的这个包含目录跟档案放在这个 files 里面去。那写一个回圈，其实一模一样。范老师，嗯，重点是东西要存哪里？
如果你假设你要只要输入就可以这样接输入就行了 SOOT 然后输入这个什么 file 去它的那念好了像这样跟那样那先试试看好如果呼叫这个函式的话呢它会去做动产生一个所谓的档案物件然后呢从这档案物件里面呢取出所有在档案物件底下的所有的这个报案目录跟这个档案但只有一层而已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写一个所谓的 for each 呢输出目前第一层里面找到所有的资料的 get name 先测一下对不对所以的话这个可以取代这个其实这两个写法基本上一模一样一比一 copy 只是这里有输出资讯哎呀这些找三个这个不太重要了老师先暂时把它给看一下我开个新的好了、哦我把地回一下这里、okay, 我们 call 一下然后刚这个还是 call 过来 OK那要没有这个 import 给它带一下java.io 带个信号就好了可以全部引进来 OK 然后呢要先给它个主要进入点就如同刚刚那个一样进入点是一样的从这里开始好给它进入点然后呼叫这个函式 file all files 基于它能够把目前当下的目录的资料全部输出像这个列印而已哦，就跟那确定一下这个逻辑是可行的。好，那就有了哈，就是目录、目录、答案、答案、答案、目录、答案。很明显，因为它没有带这个副档名，那这只对一次，跟刚个刚数是一模一样，它只有表面这一层而已，就这一层。它没有真的实际到这个里面去了，因为你没有跟他讲，他就不会进去。那怎么跟他说呢？只要你发现它是目录好了，它是目录。怎么样发现就这样写假设呢 F 原好我觉得翻到目录就好了 F 原一致 literally 如果它是目录的话呢它会出现这个真跟假 true or false 我先测试一下取得一下所以的 animal 是目录 car 是目录 shop 是目录 loop 不是目录所以这三个是目录所以只要是目录底下呢你得去再怎么再呼叫自己本身一次参加如果是目录请你把它丢进来当做什么路径给它它怎么做呢它会再把这个东西再打开一次取出比如说 animal 好了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这个物件从这个 animal 物件里面呢取出所有的 files因为目前不止一个东西它有很多在里面 OK 取了之后呢又写一次回圈跑出来了就一直类推它有一层一层这样去做直到呢它不是目录为主那怎么去跟它说是目录才要做呢这里跟我讲很清楚这里只要判断它是目录的话呢就再呼叫一次 find all files 呢就完工了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它的大概的这个逻辑吗是目录的话呢请它再去再呼叫自己一次找出呢这个目录底下所有档案，大概理解吗？它这个大概的思维逻辑，因为目录才要查询档案嘛，对吧？答案就不需要，答案就档案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呢，要判断它是不是目录这一点非常重要。是的话呢，再请它再呼叫 file all files 的方法。OK， 好，那我们先看哦。所以这里这是关键的，在这里回圈里面呢，它一定可以知道说它是不是目录或是档案。所以假设它这一个。是一个目录的话呢，请他呢去呼叫 file all plus 再一次 file all files 再找一次，把它扔进去。OK， 那去丢谁给他呢？丢给他目前的绝对路径都可以，这无所谓。F 点，你可以用这个叫做 pass， 这 pass 也可以。The pass， 我们试试看，取得当下这个目录的路径。丢给他，请他呢再找下一次，一直跑，那就达到这个轮取的效果。好，这样对的话呢，同学记得
这是找对应的这个目录状态底下的，我找的是档案嘛，对不对？所以假设是目录底下的话呢，这个就不输出了，所以可以写 else， 否则呢，其实最好 continue 最好。只要是对应的是目录状态的，请他往下继续找，请他不要输出呢这个对应的目录名称，对我来说不重要，我要的是所有这一个档案底下的所有东西，可能看到对不对？那这样对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出现什么 animal， 然后 animal 底下的所谓的资讯，我把这个输出给各位看一下，绝对资讯好了，绝对路径，这样可能大概清楚一点。所以这里多一个 f 点 get， 对，路径加上它，会略微长一点哈，把它给缩小一下。好看，就比较多了，我们注意看一下哈，因为绝对路径，所以它档比较长，然后不要取那么长了，那就配上了，取短一点。OK， 同学看看到了，其实有哦 ，src lesson ten 的 animal 出现 animal 了，那 animal 里面有什么 fly 都有了，都出现了，那怎么出现两个呢？是哪里出现的？输出两次，是 get a pace。get a name dictionary， OK， 那这个不用了，简单一点。get a pace， 好 ，get a pace 有包含档案名称，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要写了，这样就好。不好意思，好，再看一下，打开。清一次好了。那看一下结果，第一个这里出现了，原本 animal 都到 animal 就停住了，因为它没有在下一层。假设你写回，像我第一回你发现，假设它是目录的话呢，请它再自己呼叫自己的这个方法一次，这叫什么第一回的观念，不停的去轮询自己，但是条件是有的哦，只要是目录才这样做，不是目录的话呢，它就回到这里了，它就会停住，所以一定有可能到最后呢，就最后一个档案，它肯定就不是目录，那到这里。他就停住了，因为他不会再去做这个递回动作，那就会跳出这个递回呢，得到这个最后结果，所以每个都有了，都有了。我们可以试一下更深层的目录，试试看。我再看一下我的档案有没有很深的哈，是要跑很久吧？我试试看，哪一个感觉会比较大一点？我们的这个使用者，看一下有没有目录可以让我测试一下呢？是看阿拉康达好了。哎，同学，你在学 Python 是用阿拉康达吗？还是用什么？是吗？是阿拉康达吗？同学们在学 Python 的时候，没上到哦。OK， 好，好理解。据这个为主哦。哇，这个答案。我试一下好了，看它会跑多久。但是我是主要是看 library 的目录就还好，所以我改一下它，多一个，不是跑太早这个这一层。OK， 这个目录的东西比较多，所以一个就好了。现在两个缺方案错了，好，哎，那我们好好看，好，果然很多，好，我找到不好的示范太多了，那凡是可行的哦，他就不停去刷这一个对应比如说副目录、子目录，在下面的目录一层一层这样抓，就出现了。所以递回的概念在我们写程式有时候会很重要。如果你没有递回到，你发现这东西做不出来的，也写得非常复杂。所以你只要同学要记一点，假设你发现有个题目就是说，它需要呢在某个条件之下再呼叫自己一次，叫递回的观念。像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说我知道说，只要是它是所谓的目录的话，它肯定要再找一次它底下所有东西。那刚刚你这个所谓的方法这个函式呢，已经做了，比如说只要你给我一个目录。我就给你所有的这个对应的这个目录的所有的档案，所以基本的逻辑成功之后呢，就要去判断说什么时候要再呼叫自己一次，那这个就是对的。只要它是还是目录的话呢，请它再呼叫自己一次，
直到呢最后一个档案的最后，最后目录足够档案，它肯定这不是目录了，就可以输出，就会成功了。哦，而且这个太多了，还在跑。那 OK 的，我把它改回来好了。同学们看得懂吗？这个大概递回的用法，它需要函式才做得到，可以理解吗？哎，不错哈、哦。那这里老师稍稍优化它一下，你发现输出固然不错。那假设今天题目说呢，请你把这些档案给存下来，我可能要做什么？一次变更档案的名称啊，或是一次做什么事情呢、啊？你得把这些对应的资讯给存下来。那老师问同学了，什么样的方法？没错，跟不是十个档案啊，会十个目录才会检查了。这里有写啊，只有目录才会检查，目录才会检查，不是目录不会检查。不是目录的话就跑这里来了，这样理解吗？不是目录不会检查哦，可以啊，你可以开麦克风。老师不好意思，我刚的问题是，假设一个目录里面它有十个档案，所以它会一直不停的在找到那个档案之后，又会跳回上一个目录，确定它是目录之后，又会跑到那个目录的第二个档案里面去，重复去回到那个目录。不，它不会这样做，它会循序渐进做，就如同你在写程式一样。它是这样跑的。如果按照我们这个理解的话呢，我在这里，我们在 lesson 11这里，我们打开来看，我们模拟一下我们人工智慧的写法，从现在这里，然后它会去跑第一个 ，a 不是 atn， 我们是十哈 ，sorry 十这里，第一个它遇到一定是 animal， 如果按照数据来看的 ，animal 先出现，好，放哪边呢？放在这边，放在第一层这边，第一个进来是来自于这个目录底下的嘛。所以它这个所谓的 animal card ship 跟这个四个档案呢，会放到这个 files 里面去。所以写个回去跑动的时候，第一个遇到谁呢？遇到它。那怎么判断？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目录？哎，是目录。好，我知道了。开始递回，递回什么呢？把它的这个所谓的相对路径给它，所以进来了，进去里面了。再找，找什么呢？这个是不是目录？为什么？因为它呼叫它哦，不要忘记呼叫它哦。呼叫之后又回来这里了。开启这个档案的物件产生，然后就把这个所谓这个底下所有的档案呢做什么抓取的动作，整个做放这边开始检查，说到底这个 animal 是不是目录？哎，不是，加进来，是不是？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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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没有了，跳出来了，跳下一个，它不跳出来，是轮到下一个了，轮到谁呢？刚刚这个 card 又出现了，那进去看里面，再去看，不，一直类推。不加 continue， 也没事哦。应该是不加 continue 的话，老师不想让它输出那个名字而已。我不想留下那个是目录的名字，我只要这个答案的名称。对，是这样而已。当然你可以留下，有些是我连目录都要。对我来说，我要的是所有的档案，不包含目录，因为目录有时候你不能读它嘛，你只能把答案读出来，比如 JPG 啊、TXT 之类的。好，懂了哦，太好了。所以它是一层一层做的哦，它会循序渐进。所以整个来说，它会做多少次？很多次。它会一层层扒，扒到呢不是目录为止，然后呢再跳一层层跳跳跳跳跳跳出来。那这个机制它自己运作的非常好，只要你跟他讲说有机会让他跳出去，这就是了。既然说了，假设你没有写这个对应的判断式的话呢，他就一直做，一直做。如果你呼叫他的话，所以直到呢他不是目录的时候呢，他就会离开这个递回。回到我们该回去的地方，就是最后一个档案的最后一个目录的最后档案，存出去了。OK， 好，都理解了。那我们把它优化一下哦。回到刚刚话题来说，今天假设他希望说，把这些对应的这些资讯呢、啊，这样不够，我想把它给存下来。可能我要做什么档案总管的这个软体好了，想把一次批次的变更它的所谓档案的名称，比如说把每个 animal 变成 animal one， 或是把这个 animal 这个 package 呢改名字，改成大写都有可能。所以这个需要记录下来，我们现在是输出而已哦，是输出而已，是输出而已。所以基本上对我们来说只是看到结果，但是内容好像就没有了。好，那问题来了，如果这种所谓的不确定长度的资料，我该怎么储存？用哪一个集合最好？我说你知道了吗？哪一个集合可以储存不定长度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物件也好？对，没错 ，ArrayList。所以这时候呢，你要用把 ArrayList 拿出来使用了，因为
因为输入 console 端基本上只是测试用的，像输出那其实测试用的，我最终还是希望把这些资讯呢给放到一个容器里面，可能 maybe 是100个档案， maybe 是1000个档案都有可能。所以因为这个原理呢，我们得把这个资料给收集下来。那怎么做呢？我这步先做完了哈，然后先做一个看一下，这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产生一个 array list 呢，去把这个记录给存下来。那我再一步做，用这里宣告一个 array list。那我存的是每一个对应的路径，所以它是 string。我再写一个 file list， 好 ，file list new array list。变成这个所谓的集合，那这集合呢，你要把它引进来好 ，list， 所以要 import 进来，要把它再交到 utility 里面，工具里面的 array list， okay， 好，就是空的，没有问题。那老师，那我怎么放进去？我知道 array list、file list 可以用什么 add 啊，这样加任何东西，加什么？这算没有错。怎么办呢？它在这一个我们的 mail 这个所谓的进入点。但是呢，在增加这个所谓加入档案名称是在这里，该怎么做？问题很简单，请你把这个传进去就好了。只要是物件传进去的话，是什么？是传址、传地址的址，传址呼叫。只要是物件传到函数内部的，都是传址呼叫。传进去之后呢，透过 file list 这个替代了这个传址呼叫，所谓替代了这个分身，但是同个地方哦，它会把它做 add 方法把它加起来就行了。所以这很简单，这里。只要你这里多一个，帮他一下叫 array list， 样名字一模一样，好，一样是同样的形态，然后样名字好，这时候你就可以呢把它丢进去让它吃。这时候这个对照这里要，因为同个函数嘛，就这里给它进去。好，这时候我要的是绝对路径，因为相对路径对我来说，到时候我要去查找档案，我不知道你专是什么名字，你可能是 my lesson， 你可能是 my lesson one 都有可能。所以我这里要存的是呢，不是相对路径的，我要的是绝对路径。所以我这里要取的是 add 什么呢 ？find get absolute 这一个 path， 要可以取得完整的路径，包括它从哪里来的都可以一目了然。好，这样的话很好看。那对的话呢，最后输出这个结果 ，result file list。再看，产生一个集合，在这个所谓 mate 全域端。然后呢，在我的方法里面呢，修改一下，把这个所谓的对应的这个 array， 它是个物件，把它丢进去。在函数里面呢，物件丢进去是传地址的意思。你说我传过去的话，你改变我会跟着变的意思，传址呼叫。所以这里的 file list add 之后呢，这里会同步改变。最后在这里输出的话，就会看到目前所有当下这个目底下所有的档案。OK， 我们试试看 ，F， 看一下，因为它档案有点长，因为我的路径写的很深。还是有的哦，它是什么形态？我看一下，跑去哪了？在它有个方框在哪边？我看那个方框这边，再一次好了。我先把那个输出先关起来，因为资讯太多。再跑一次，我们观看那个 array 里面资料就好了。好，那就有了，出现了。好，对照我们可以写什么？还记得吗？可以写 for each， 我们试试看，因为这个资讯是不明明显，所以用 file list。for each 看 for each， 然后呢，把一个 file 抓出来 ，import 输出，要分号 ，OK， 这样会更清楚，那这就不要了，这样就有了，就包含了每一个这个相对应。这个在这个所谓 lessons 里面的每一个档案，包含这个就应该是绝对路径的，没有包含就绝对路径，以它为主，从这里开始，都可以理解吗？这样就成功喽，可以了解吗？这个 arrays 的用法在这个地方，我再说一次好不好？再来一次。第一个，我先把这集合拿掉，再来哦，大家注意听哦，再来哦，我把它拿掉了，拿掉了，好，拿掉了，不要这个东西了。
改全部删掉。这个呢，就输出就好。好 okay。 那这个我们应该知道嘛？输入什么呢？是不是相对路径？每一个导到的答案相对路径，同 yes or no， 对还是不对？这个输出一还是二 ？yes 嘛，没错嘛，相对路径嘛，相对路径对我来说，可能在专案里面有意义。比如说群资源啊，取什么，在我同个专案里面是有意义的，但对其他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因为他不知道你的上一层目录是谁，他不会晓得。只有你的程式逻辑或是你的专案里面会知道，但这输入是没有错，本质是正确的。只是说呢，今天假设你要写一个档案总管，写一个可以去做很多人使用的这个所谓的编辑器好了，你要存的是绝对路径比较好一点点。那至于说存这个字好，存出现了，存这个字出现了，同意这个输出啊，有存的概念吗？同意有吗？有存起来的概念在里面吗？对，完全没有吗？它是 console 端输出哦，你今天程式码关起来就没有了。虽然我们说 eraser 也没有，但是它可以把它集合在一起来，可以没问题。它可以把它集合起来，最起码我在做二次运用的话呢，有一个依据，有个依据，而不是呢从 console 端取不到啊，单纯输出而已哦。所以输出是为了让你测试整个逻辑是否正确。好，那回到刚刚问题了，那既然说你要写一个比较可以答案总管好了，你总是要把路径给存下来，才能秀出那个路径，然后呢同学使用点选那个路径之后。做什么事情你要去决定下一步嘛，所以那路径是有意义的，所以因为这个原理呢，我得把它存下来。好，那存下来也可以选择了。第一个怎么存呢？它不是一个固定次数的，那怎么办呢？你说好，我知道，我想要阵列，我阵列是固定次数的哦，固定大小的，你不可以约定说这一次找到答案可能就是十个，下次一百个，没办法，每一个目录底下的档案跟这个所谓的阶层数是不一样的，所以阵列不可行。那不行，哪一个集合，哪一个是类似阵列的感觉，但是它可以这个不定长度的动态增加的，同时哪一个 ？Arrest 嘛，对不对？就是说 Arrest 是首选，这首选是唯一选择哈，应该是唯一选择了。好，那 OK， 那你说，我知道 Arrest 可以这样使用它，那到底怎么去使用它呢？很简单，第一个，我们说这个 Arrest 呢，它一定在群域端。或者在上面做 static 可以都好，都随便，但是它一定是全域端的变数，不是放在里面，放在里面每次会初始化。假设有好，老师我知道，在里面宣告，里面。好，那我问同学们，写在这边的话，每次都被清空，对不对？给它含字内部，所以每次都被清空一次。Yes or no？ 对吗？每次被清空一次，这不是我要的啊，我要是累积的过程，就像全域变数一样，你要把。这个全域变数的这个 counter 要做累积，它一定是在全域端，不在区域端的，区域端会覆盖过去。所以基于这个原理呢，你这个所谓集合的部分不写在里面，写里面只能做那么一次，下次就被覆盖过去了，所以它没有所谓累积的效果。所以这个所谓的容器一定要在什么全域端，就是不在函数内部，在外面那一层。OK， 讲对了。好，那是用空的哦。那你说那老师怎么给丢进去呢 ？OK， 不要忘记了，函数丢什么是你决定的。不是他决定的，你可以丢物件，你可以丢一般的形态都可以。对我来说呢，我就把它扔进去好了。为什么？我知道扔进去，他会把我做得好好的，只要是两个相等就行了，同个地方就行了。比方说，我丢过去呢，它是一个复制体，然后他做他的，那跟我无关，那就麻烦了。我要 return 出来才会正确。基于这个原理，因为它就是传址呼叫，传地址，不要忘记，我们学过很多次传址，物件是传的是地址，表示记忆是传过去，记忆一体位置相等的话呢？你在里面做了改动，会跟外面会联动的，因为是传的是地址，只要是物件都传地址，一般形态的传的是什么？传的是值，它是拷贝过去的，像 int、double float 都是一样，包含这个也是一样哦，别忘记了。好，那现在怎么办呢？很简单，就传过去好了嘛。那传的话要带形态嘛，要带所谓的这个变数名字嘛，你可以写全部写一模一样，无所谓，不因为写一样就会数字不会 pass 一样的哦，所以可以过去。你说的这个函数呢，除了传入当下的路径之外呢，还要把这一个对应的集合丢进去。我请他帮我把它给接下来的意思。接下来这样一改的话，你发现地位要改，这要改，为什么？参数不对啦，差一个参数嘛，所以可以对应就好了。不大的条件，如果他会做的好好的，你可以放心。现在原本逻辑正确的话，你多传的东西只是可能没有做动而已，它不会发生错误。但是一样，你没有做动的话就没有意义了。那做什么事情呢？我当然要把它加进来啊。因为昨天学过什么集合有个 add 的方法，可以把这个形态的东西给放进来，它可以无限制的扩充，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好方法。OK， 回到这里来，所以透过它去 add。
那 add 我想取的是绝对路径，是选择性的取要，我是觉得绝对路径比较好，它比较广泛使用，因为它可以带什么，从哪里来到什么地方，它是很完整。假设你给它就是一个对应的这个相对路径的话，没有人会知道说你上一层目录是谁 ，my lesson， 他不会知道，他知道说哦，原来什么 src 好像是我的当下目录有个 src， 不是哦，会发生问题。OK， 所以我觉得纯绝对路径会比较好。我到这边可不可以理解？到这边。可以了解吗？可以哦。好，那做对之后呢？当你要去测试它嘛，没测试你要输出它给它看一下，确定是不是真的是如你所想的。第一个，你当然可以讲说，目前共有几个档案 ？OK， 共有几个档案？加谁呢？加这个 file list， 而且还有个 size 可以用哦。既然有个 size 的这个对应的方法可以用 ，file list 点 size。一个档案，目前共有多少个档案？好，然后呢，这是以下的这个资讯，就一个一个带一个。那这个是便捷写法的哈。假设你要把它做更多输入，可以这样写，把它拉出来，是否一学的写法，然后把它打开，那就变成一个一般区块的写法了。对，这里要带一个分号结尾，要这样做。区隔一下每个档案的这个区隔线，会不会更明显一点点？好，那我们好好看喽。所以呢，假设有档案的话，它就输出多少档案；没有档案也没差，就是零而已，它不会报错，是零个档案。那有档案的话，它跑进这个回圈跑动；如果没有，也不会怎么样，它不会进来这个回圈。所以假设你找到一个空目录的话呢，也无所谓，它不会错，就是没有资讯而已。好，我们看一下这里输出。目前共有20个档案，就是包含这一个 lesson 10这里，我们大概看一下哈，对，二四六八，十十二十三，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我是算二十一是我算错了吗？再看一次，这对对看好了 ，animal 有 ，fire 有，二四六哦，从这里面看就好了，这里可以看到里面的档案，不包含那个目录哦，所以这样不知道怎么准，我们看一下，从这里。看这个内容，哎，没错，同样二十个答案一模一样，三个资料夹，所以我们这是对的。好，对之后我们再对一下这个答案名称，你发现是正确了。二十个档案，然后呢，各自的这个绝对路径都有了，只要上面没有错，下面肯不可能错了，这样就完成了这个所谓的在一个目的下所有档案的查找方法，透过递回来做。我记得后面一定要输出用什么，用这一个集合把它抓下来，因为后面我会用这个方式做很多的应用。好，我们可以记得，可以了解吗？这部分 ，OK 吗？可以哦。那同学们写开哦，今天早上就把这做完就好了。好，那请你先把地位写好。首先，同学不要先这样，跟老这样子把它写完哦。请你先试着输出 print 的部分，就是先看结果，成功之后再去把这个集合补齐。请你不要一开始就想到我就要把集合做完，请你不要这样写。请你先把逻辑写对，然后输入看正确之后呢，再思考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做会比较好。老师给你解答就是，请你在这里宣告个全域的，把它扔进去，透过 add 的方法，看你要加什么，你要加档案名称啊都可以，无所谓，而是加的是绝对路径，那就 OK 了。好，我请你试一下，老师把这程式码传上去是，那早上呢，同学做这个练习，那有问题呢，你可以再跟老师讲。
OK， 同学们写的如何呢？有没有人成功的呢？有没有第一回成功？哎，都有成功的哈、哦。有没有觉得第一回很帅气、很酷？你看，一样就做完喽。我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第一回的话，你这个逻辑要写的多复杂，才能找出每一层里面的所谓的细节？复制成功。OK， 好了，所以记得可以慢慢自己写一下。然后这个啊 ，OK， 等到同学写完之后，因为我们时间还有嘛，对，同学思考一下。如果我把这一个 error list， 如果你写完的话了哈，这个 file 能不能把它变成 file 形态呢？如果可以的话呢，有什么作用呢？能够怎么改呢？哎，同学思考一下。其实变成 file 的那个可用处更大哦。不要忘记，我们的 error list 可以放任何的物件 ，file 也是物件之一。所以假设你把这改成 file， 同学试试看哦，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去想一下，改 file 之后的优点是什么呢？输入的时候可以看到更多的资讯呢、啊。然后可以做什么事情？哎，大家想想看，然后写写看。我们下午呢，可以简短去介绍一下这个部分。那大家先试一下。
同学，那我们开始签退吧。22号同学，22号同学，咦？大家看一下镜头吧。17号同学的镜头有吗？有，看到了。哎哎，怎么又没有了？哦，又有了。好。OK， 那都有啦。然后 ，OK， 有人知道22号同学怎么了吗？好，那我赖再问一下好了。